临一个很大的关键挑战，接下来就是要为我们国家来祷告哈。上一页把它看一下，因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在这40天祷告里面，它有一个主题，我选了一个主题，因为我们跟大会主席要我们分享的人就选一个主题，我选了一个主题叫做国家里面不用权柄的黑暗权势跟罪恶营垒来祷告。那我想我们就来想第一个属上帝百姓的自己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经文，一起来念。这样人应该把我们看作是基督的仆人，神奥秘是个管家，对于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原来和合本是说作为基督的执事了，他这个就是新译本就是给他改成叫仆人。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神兴起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要成为一个关键的人啊。所以在这里求主要赦免我们神百姓也一样误用的权柄，有时候强奸法律亵渎了上帝啊，求主赦免我们有时候偏离了神的心意，那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去建立自己的国度，而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能够适当的用这个权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做光做盐，那么甚至会被金钱名利物欲还有各种诱惑来影响。所以只谋求一己之私，或者是只在乎自个人的名声，曲解了真理，混淆了真道，那么会使上帝的国度、上帝儿女的灵命受到了亏损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第一个求主赦免神百姓误用的权柄；第二个是为了我们的家族或者是家庭当中可能也有误用的权柄的来祷告啊！这里是怎么呢？特别是我们赦免我们的家庭没有照着神创造的次序来治理。要用合一的权柄，那可能历代家族里面常有悖逆和自我中心，所以也没有让上帝的法则或是原则能够使用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去尊重这个权柄啊，我们没有顺服这样的一个，既然我们讲男性女性，其实在这个台湾社会是很严重啊，我们也不能歧视，也不能误用，或者是在这个神的一个按着神的样式和属性里面，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权柄，或者被破坏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回转。这个是我刚刚讲为了家庭这个议题，刚刚在社会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回转，求神来赦免我们，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特别为第一个，让我们都是做神百姓的人，能够先自己。刚刚讲你要为国家，我相信这个地方讲到的误用权柄里面包括赦免我们神的百姓误用的权柄，可能也在家族当中我们也曾经误用这权柄，求神来赦免我们，一起为这个来祷告。圣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赦免我们常常不愿意用你的心意，所以我们没有照着你的次序来治理，谢谢主，主来再次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主来让我们不能够停止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偏离了你的心意，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没有照着你上帝创造的次序来治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被金钱名利整个欲望物质来诱惑，而没有合一的使用那些权柄，主啊，求你的国度、你的神的儿女的灵命都不因这样而受到亏损。主啊，求你指教我们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法则和权柄来治理这地。特别我们为我们的政府掌权的，更是要来祷告。求你让我们神忠心的百姓能够自洁，能够属上帝的管家，能够在你所托付的事情上面都有忠心、有见识。谢谢主，谢谢主。好，我们看第二个，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一起来宣告。属上帝百姓正面的价值，我们来读经文，雅各书4:7-8，来。所以要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魔鬼就是
心。我想雅各书这一段让我们有更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来宣告，这里也宣告两件事情。第一个，宣告我要成为一个听话顺服权柄的人，一起说，我要成为一个听话顺服权柄的人，就听从主的道而行。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宣告。第二个，我们要宣告，我要认清上帝百姓被赋予君尊祭司的职分。阿门。原来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为这个赋予的职位能够去堵住破口，因为很多时候祭司就是能够在这个上面来做。如果我们失落了这个职分，常常我们就有很多的破口啊，好不好？我们就为这两个宣告，因为这是上帝百姓正面的价值，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宣告我成为一个顺服的权柄、顺服神话语的人。第二个，我要认清我是上帝所赋予我成为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可以堵住破口和代求代祷的人。我们一起祷告。错误，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来探守这地，治理属于你的百姓。主啊，知道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这块地所发生的每一个问题，使我们能够自洁来到你的面前，并且能够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堵住这一切的破口，使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有谦卑代求，能够回转归向你，你能够施恩拯救医治我们的土地。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宣告，堵住人心的破口，并且超越危机。在这里有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哎，对不起，在上面那一句，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迷惑了你们，因为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必定有被盗反教的事。并且那不法的人就是那神的子子，必定显露出来，他要上帝抬举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明或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为上帝。台湾的社会国家里面有很多，每一次到这个三月风马祖，这个到处有这些赞叹师父的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那些高过一切、高举自己抵挡上帝称自己是神受人崇拜跟敬拜的，就像这段经文一样，他们自称自己是神是上帝。我看到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我想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因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求主赦免我们国家执政的很多的是他们的心思偏离了，误用权柄，甚至滥用权柄行了不公义的事。求主赦免我们身为这个执政者，但是骄纵专横，在混乱的时局中没有成为安定的力量，反倒使政治、经济、司法、立法都失去了准绳，让人民感到痛苦，民不聊生，最后误用了权柄，造成了全面性的反弹。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赦免我们的国家执政者，
有时候误用了一些权柄，造成了无形的一些耗损和堆砾，好不好？为这个来祷告。第二个，为国家治理者能够，在这个很多的地方他是抵挡了真理了，像港澳，我为什么要需要用公投来？因为他可能抵挡了真理，还有他自比跟神相等了，他走在比神更高了啊！所以我们误用了权柄。我们盼望我们为这个祷告，让国家转回来走在正公义正义的路上来，好不好？我们为这两件事情，就是求主赦免国家执政掌权者的心思有了偏离，误用了权柄，甚至滥用权柄行了不公义的事，以致造成了很多的冲突，包括经济、司法、政治、教育各方面，使人感觉到很多的困难。还有国家治理者因为抵挡真神，自比是与神相等，而滥用了权柄。求主来让我们悔改，能够走回到神的公义路上。爸爸，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而使得国家百姓陷入了危难和困苦当中。主啊，这地你的伤痛需要你的医治和救赎，台湾的政治结构需要你大能的手介入，台湾需要你的翻转和复兴。主啊，求你使台湾能够从这混乱当中重新恢复秩序，让谦卑世人的人被你高举出来。主啊，愿你的怜悯和医治速速的临到台湾，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得到恢复和更新。最后一点啊，就是宣告我们国家要进入命定，阿妹吗？这最重要，宣告国家能够进入命定。我们来看两段经文，一起来念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来。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得到给你的信息。我们若说我们与上帝有关系，却仍在黑暗里行走，就是说谎话，不实行真理了。这里与上帝有关系，原来是与上帝相交。那新一本都翻作有团契，那大概意思知道了，与神相交，所以我们与神相交，这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在黑暗里行走，人是说谎的，就不实行真理了。还有一段，我们再来看诗篇四十七篇一到二节，一起来念。万民啊，你们都要鼓掌，要用欢声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不管我们鼓掌拍掌，我们欢呼，我们就是要，我们为什么要大声喊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用夸胜的声音来向神呼喊，明白吗？现在我们要宣告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国家能认出主的光，而且委身在主的光中，阿门。好不好？台湾需要光，不能在黑暗里走，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国家执政掌权的，还有我们。教会就是光，因为这里有耶稣基督就是光，阿们，让更多人进入光中，委身在主的光里面。我们宣告台湾要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国家，我们宣告让台湾是不在黑暗中，让政府的执政团队能够遵守属天的法则，使地上的上帝的百姓能成为光明之子，阿们。那第二个宣告就是
奉主的名来宣告，我们的国家要成为谦卑的上帝的仆人，将一切的权柄归回给神。阿妹吗？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在这个国家继续执政掌权。阿妹，所以好不好，我们就为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部分宣告国家可以进入神的命定。我们起来祷告。